赶回来给大家直播，你们说不想我，我突然就感觉心灰意冷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心灰意冷了，我就是今天下午排练了，然后回来专门赶回来给大家直播，你们不想我，你们不想我哈。来，我们第一支舞蹈叫做酒家，送给大家，想看的家们666扣起来，来公屏小六扣起来。请大家喝酒喽。长长青衣映白纱，借醉意不归家，几番风雨才算走遍天涯，倒也罢，恩仗剑纵马，撩恩怨不无看桃花，那夜色小馆点红蜡，无论春秋冬夏，借两盏薄酒便敢论天下，梦一茶醉一场繁华，独自还未嫁，看那雪月浮华，飞沙天地大海有这酒家，那一刻笑靥如花，碧波山河如画，金戈铁马皆不敌你灼灼风华，身影恣意潇洒，四海为家，敌不过他一缕牵挂，一丝酒家。天地大海有着酒家，待他笑靥如花，
回家，几番风雨才算走遍天涯，倒也罢。青阳江头月，送客枫叶荻花秋，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，曲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餐。江州司马青上士，青阳江头月，送客枫叶荻花秋，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，曲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餐。江边便是茫茫江浸月，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，曲声暗问弹着谁，琵琶声停欲止。一船相见要相见，天就回头重开眼，又把琵琶伴酒眠，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弦又轻，弦弦掩抑声声涩，似诉平生不得志。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，轻弄满面莫浮雕，初为你唱红柳摇。泉冷色弦凝绝，凝绝不同声暂歇，便悠悠愁暗恨伤，此时无声声又声声又声，饮凭扎波水墙崩，铁骑突出刀枪鸣，刀枪君伴酒舞，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读，低奏从军阿姨诉，我却招来颜色孤。满天朗朗暗暗星，落白家坐上山赋，上山赋上山中一起别离，今夜赋宣扬着，曲阳地皮舞，音乐
念愁随不问思，竹上竹径盆江滴滴湿，黄芦苦竹绕宅上，千千大木问何物，杜鹃啼血月哀鸣。春江花朝秋月夜，望望去酒海，独倾起舞山歌与村笛，风雅照着难为听，今夜闻君琵琶语，如听仙乐而暂明。我此更坐弹一曲，为君反作琵琶行，琵琶行。欢迎大家，欢迎你们！来，觉得好看的家人们，我们扣波小六好不好？感谢峰哥，谢小芳，谢衡量哥，谢粉哥，谢无风无浪哥，还有谢好多好多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！觉得好看家人们，我们扣波好看好看，怎么样？大家就是这已经有两天没有好好直播了，你们想我吗？有没有想我？那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家人们。天就会灯敞开眼，来，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家们，我们扣波一好不好？嫦娥姐姐，那我们来跳一个庆功天仙曲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是嫦娥姐姐吗？想不想看庆功天仙曲？想不想看庆功天仙曲？欢迎所有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家人们啊，欢迎你们！来，我们跳一支庆功天仙曲。主播是一名四川成都的舞蹈主播，这直播间会有不同的舞种送给大家，所以呢，大家喜欢主播的，也喜欢成都的，咱们点个关注哦，左上角点个关注哦，参与一下我们的福袋。来，庆功天仙曲送给大家。
首《庆功天仙曲》送给大家，因为大家说到嫦娥，然后我就想到这首歌跳给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里面有穿的有抹胸，它会掉出来，主要是这个衣服，接这个衣服今天没有把它弄好。谢谢关注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波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古风的世界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觉得好不好看？舞蹈不错，咱们等会儿给你们来一个舞一个扇子，想不想看？咱们等会儿给你们舞个扇子，想不想看？开始我们投票哪个获胜了呀？开始投票的时候哪个获胜了呀？家人们，投票的时候哪一个获胜了呀？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？刚刚是哪一个获胜了呀？美人赢吗？大家都想看那么柔一点的呀？咱们要不要来一个嗨一点的？大家想不想来个嗨一点的？我们就是已经跳了连续几只柔的了，咱们要不要来一个嗨一点的？你们想不想看嗨一点的？美人赢，想不想看嗨一点的？嗨一点的，那我们跳一个醉好不好？我们跳一个醉，怎么样？不要不看嗨的，要女儿情，女儿情怎么等会儿跳？女儿情咱们等会儿跳，女儿情咱们怎么跳？好，那我们先跳个醉，然后我们跳那个美人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把赞赞点起来，我们现在突破一下20万赞，好，突破一下20万赞。美人赢啊，那我们就跳美人赢吧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美人赢，那我们就美人赢吧。感觉美人赢比较多，那我们跳美人赢。美人赢喽，来小六扣起来。
跳一个比较节奏感长一点，就是强一点的好不好？我们跳一个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。我一个女的看不出去了，那谢谢你哦，那你经常来看我好不好？经常来看我好不好？我们刚刚投票投了吗？我们刚刚投票投了吗？我只来大梁女儿国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一个女儿情，女儿情还是天竺少女？女儿情还是天竺少女？家人们你们想看哪一个？女儿情还是天竺少女？女儿情还是天竺少女？谢谢宝上的哥哥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本哥，谢谢马儿，谢谢木野风哥哥，谢谢 Gary 哥，谢谢左宝上所有哥哥们。女儿情啊，女儿情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跳个女儿情，跳一个女儿情。一首女儿情送给大家。我的堂长老们在哪里？我的堂长老们在哪里？女儿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节奏变得特别快，我今天跳了一天的爵士舞，然后回来之后马上收拾就开始跳民舞。你们说我这转变的快不快？我这转变的太快了，下午还是动感的我，下午还是动感的我，这晚上就变成温柔的我了。来了，我们跳一首女儿情。满园春色惹人
芳菲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这人把黄泉不小星星支持一下西西可不可以？一人一颗小星星支持一下，女王陛下，每个角度都好看。你们知道那个？你们看最近的那个女儿情的那个了吗？你们看最近那个女儿情了吗？感谢，哎，这是谁送的呀？谢谢烟花，这是夏天坤，谢夏天哥，感谢夏天哥。
好不好看？你们有看最近那个女儿情的那个女儿国吗？玉帝哥哥两颗不行吗？可以可以，就是觉得大家你们一起一人一颗小星星支持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支持一下，然后西西给你们挑一个，挑一个稍微节奏快一点的。刚刚有投票吗？我们刚刚有投票吗？我们刚刚有没有投票？我们刚刚有没有投票？刚刚就是说有没有投票？刚刚有没有投票？刚刚有没有投票？没有就跳醉。好，那我们跳一首醉。哪怕无人知我，爱下人走过。我演唐僧，那猪八戒谁演呢？猪八戒和沙僧谁演？猪八戒和沙僧谁演？你演唐僧，那你要被我那个啥哟，那你要被我吃掉。来一首醉送给大家。Yeah.
什么一个公司的？没有公司啊。没有公司啊。什么一个公司的？你们在说我跟谁呀？欢迎大家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我这个耳环为什么翘起了？为什么翘起了？那你俩咋一样？你随便现在一翻全都一样。现在这个直播有多内卷，你们可以随便去搜一下，你们可以随便去搜一下啊。我没有公司没有工会哦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没有加团的家人们加加团。谁又背景一样了？谁跟我背景一样了？来，觉得好看吗？我们觉得好看吗？好看的咱们扣波小六，好看破扣一波小六。这是嫦娥吗？嗯，嫦娥，嫦娥，对，嫦娥天花板。我不是天花板，我是水泥板，大家记住。那来告诉我一下我是什么板。来，我的铁粉们，我的铁粉们告诉咱们新来的家人们，我是抖音什么板？我不是天花板，我不是天花板哟，我不是天花板哟，我是什么板？来，咱的家人们来刷一波屏，咱的家人们刷一波屏，来刷一波屏。水泥板扛揍，我扛揍，我是水泥板，亚克力板，平板，那平板好吗？有深度，那是有深度。你们想不想看一个帅气的？你们现在继续想看柔一点的，还是想看帅气一点的？我可以给你们跳一个帅气的舞蹈，想不想看帅气的舞蹈？想不想？想不想？钛合金版。想看帅气的是不是？柔的，来，想看柔的扣一，想看帅气的扣二，柔的扣一，帅气的扣二，柔的扣一，帅气的扣二。柔的扣一，帅气的扣二。柔的扣一，帅气的扣二。电路板。柔的扣一，哇，一好像多一点啊！我发现，这是一多一点吗？你们还是喜欢看柔的呀？有微信群没？你猜，你先进抖音群再说吧，你再问微信群了。那我们跳个柔的，我们跳个柔的。那咱们跳一个柔的，我们来跳一个这个吧，我给你们选一个柔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一特别多，二好像比较少，哎，是不是一比较多啊？都看柔的看多一点 ，PC 版。那我们来跳一个半壶纱好不好？半壶纱听没听过？有听过半壶纱的扣一呢？有没有听过半壶纱？我们跳一首半壶纱吧，这个是柔的，柔的二多吗？二多呀，我咋觉得一多呢？我咋觉得一多呢？三级、五级、九级都能进群哦，看我的主页面，看我的主页面，三级、九级都可以进群哦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跳一个柔的，我们把赞点到，我们把赞。我们把赞点到40万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好，来喽，我们来跳个柔一点的。来，自己可以申请一下，申请进群，咱们晚一点给大家通，咱们晚一点给大家那个晚一点给大家通过哈。来，一首半壶纱送给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所有站榜的哥哥们。
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檀香拂过，玉镯弄轻纱，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。怎知那浮生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。十分一百分，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，这谁呀？给我搞一千分！哎，这个九点五分的为啥还差那五分是为啥呢？你差那五分是为啥呢？是因为怕我骄傲吗？那差那零点五分是怕我骄傲吗？感谢峰哥，谢峰哥，感谢峰哥，家人们，我们觉得西西跳的好的，我们打了十分的或打了九分的，咱们一人一个人气票送一送，可不可以？一人一个人气票送一送，可不可以？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主播，支持一下主播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你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给你们看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来，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形状？这是什么形状？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形状？爱心哦，这是一个爱心哦。
这是爱心，你这个直男，你直男，你是直男。这是爱心。送给你们哦，跳舞跳舞跳舞，咱们跳一个那个的吧，咱们跳一个帅气一点的好不好？我们稍微一个节奏感稍微要动次打次一点的好不好？这是手，你这个直男，你直男，我还知道这是手呢。我问你们这形状是什么，你给我说直男，你给我说是手。来，我们跳一个，跳一个霍元甲，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霍元甲？来，我们现在是40万赞啊，咱们四十万赞，走搂一搂，40万赞，然后嘻嘻给你们跳过霍元甲，霍元甲搂起来，霍霍霍嘿，快使用双截棍。
会可能太登特，甚至装点了什么冷笑特，添加谁的理由如何，只敢跟我背上我的尖叫亮的，原来的图只是命一个，战斗单车谁最强者，谁占一头无力的资格，喜欢这一首，喜欢上一首，也喜欢这首。再次感谢榜上的大哥们，谢谢夏天哥，谢谢小房，谢谢凡哥，谢谢马儿，谢谢峰哥，谢谢浪你个浪，谢谢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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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喜欢哪一个？刚刚那一首还是这一首？都喜欢。肯德基，我终于看到你了。肯德基，我终于看到你了。这套拳打得不错，那是。来一首空台戏吧。打打可不可以加个粉丝团呀？下一首你们想看哪样的？下一首你们想看哪样的？为什么没有半边脸？那么大个脸，咱脸这么大，酒驾咱跳过了，酒驾咱今天跳过了，咱们来一个，还是柔的还是什么样的？柔的还是怎么样的？欢迎所有的家人们，大娘，青妹狐偶，确实，哎，狐妖我是不是好久没跳了？有没有看过我狐妖的呀？我是不是好久没跳过狐妖了？我突然想起来。你们有人在说青妹狐，我突然想起我好久没跳过狐妖了，
我以前好像狐妖是我的拿是我的招牌，是不是啊？狐妖是不是我的招牌？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这知道是哪个小哥哥说的那个青魅狐呀？我突然想起了，我青魅狐之前是我的招牌，但是好久没跳了，我后来跳啥去了呀？怎么把我这个青魅狐都给我忘记了？你的提议，我突然想起我这个狐妖没跳呢，呵呵呵，跳一个狐妖。哎，狐妖我之前穿的啥跳的呀？狐妖我之前穿啥跳的？我说的是青魅狐，但是我是女的。你是女的是吗？对，我之前就是跳青魅狐，好像每天都要跳，后来就不跳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没跳了，我也不知道后来为啥没跳了。红色外套跳的。今天不粘狐妹了吗？狐妹、哦，我今天还没有开始连麦呢。我今天还没开始连麦呢。来吧，我们来一个青狐妹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青狐妹，怎么样？等一下啊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歌。这个歌去哪了？我看一下啊。但是这个青狐妹，糟了，我之前给它下下来的。青狐妹现在放不了了，咋回事呢？稍等一下啊，你们稍等我一下啊。青狐妹突然放不了了。大家稍等我一下哦，稍等我一下，我们把赞赞点一下，我们突破一下五十万，我们突破一下五十万，突破一下五十万，突破一下五十万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你们稍等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等我？可不可以等我？愿意等我吗？愿意等我吗？愿不愿意等我？愿不愿意等我？哎，我看一下，你们稍等我一下啊。好，青狐妹来了。好，来了，青狐妹来了，青狐妹来了。等我一下啊，来，咱们一起数一下公屏。我那个啥，我搞一下衣服，我搞一下衣服，你们等我一下，咱们公屏帮我数秒数，看我多少秒能出来。我素雅鲜美笑，柳木畔衬紫角，从容不回首一探万千遥。月花高，云珠茂，风飘渺，紫雾灵巧，芙蓉俏，冰肌巧，如俗世看尽红尘，谁能共逍遥？暗夜不出竹林桥，苍茫惊现青狐妖。锦绣枝断果素腰，半掩半开仙媚笑。浮影遥知柳木畔，簪花拂气从容步。一足三品生姿娇，回首一探万千遥。柳眉梢，玲珑。
角，从容不回首，一探万千遥。月华高，云珠茂，风飘渺，紫雾灵巧，芙蓉俏，冰肌巧，如素食看尽红尘，谁能共逍遥？暗夜不出竹林桥，苍茫青涧青狐妖。锦绣枝断果素腰，半掩半开仙媚笑。浮影遥知柳木畔，簪花拂气从容步。一足三品生姿娇，回首一探万千遥。柳眉梢，玲珑眼，泪迟遥。春江笑，重阴阳，银发摇，银身折腰，一人俏。月华好，云珠茂，风飘渺，紫雾灵巧。如俗世看尽红尘，谁能共逍遥？风光浊华过桃夭，黛青淡扫柳眉梢。俊杰长眼玲珑眼，便是菱唇被齿咬。三战软红春帐消，媚眼如丝重影摇。娇洁满铺银发耀，影身折腰一人瞧。香流行风飘渺，孤身兀自舞灵巧。素指点唇芙蓉俏，额手垂向冰肌消。跳入俗世看红尘，谁能与我共逍遥？薄雾遮月繁花好，月有清脆银烛帽。暗香流行风飘渺，孤身兀自舞灵巧。指点唇芙蓉俏，额手垂向冰肌消。跳入俗世看红尘，谁能与我共逍遥？谁能与我共逍遥？烦死了。
我来黑来一个拉黑一个啥啥拉黑啥呀？粉哥你拉黑啥呀？换一套，可以买个别针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今天穿的那个不一样，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老是掉，老是掉，老是掉。我已经别针别过了，大家等我一下哟。这下应该稳了吧，家人们，我们去出去玩一把好不好？我们出去玩一把，我看接不接好，哦好，这个也看，咱们出去小玩一把，我们机会跳舞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们出去找个才艺主播合作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跳舞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打个可以。哎，我去找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我看他接不接啊。我一个以前的朋友，小鬼在连麦呢，大家等我一下哟。这个叫风月。看这个掉了，我去。来，我们去找那个，哎，我之前有个那个，我叫单子呢。Kiki 大魔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？就是那种唱歌的。有没有唱歌的推荐？唱歌的，杰哥哥是谁呀？我要唱歌的。草帽酱，人家舞姬安南是跳舞的，我要唱歌的，你们给我推荐推。啊，我搜一下啊。夏风不一定要接我的，所以夏风没开播呢。你们这说的，草帽酱是唱歌的，是不是？草帽酱。草帽酱也没开播，你们咋说的呢？我被你们搞晕了。草莓酱也没有开播呢。你们先去看一下人家开播没有，好多都没有开播呢。你们叫我连一个寂寞，咱们随便吧。KK大妈妈不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随机一下，要不要试一下？随机，我怕等会儿连到那啥，这会儿好像那种唱歌的比较少啊。你去说给谁？就是嘛，人家要唱歌的，你们那儿带节奏。豆包是吧？豆包，我是看一下，豆包也没有在呀。你们说的都不在，随机，咱走随机啊，咱们打野。节奏不行，哟！你好，妹妹。啊？哎，你好，仙女姐姐。你好呀。
你为啥不看我呢，仙女儿？我不是不看你，我是电脑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样看你了。哎呦，老妹儿，你就是哪儿都挺好，把那两个黑色的那肩带儿，就是那个乳房罩带儿，挂这个，我要挂这个，这个没办法，我要挂这个衣服。对，往上揪点，多少露那俩大铁扣，影响了这个视觉感。哎，你看哪儿去了？你能不能好好的？我一点不撒谎，老妹儿，你说你露那些，我要往你脸上看，我不撒播吗？那我纯我脑袋让驴踢了。老妹儿，你说你露那一半，不就给我们看的吗？看了，就是他不小心。你不给我们看，你露他干哈？你听我跟你讲，你得懂科学妹儿，知道不？就是你所有露的东西都是给别人看的，你切记，就是你想露出来，就证明你想让别人看，越那个隐蔽的地方越想让别人看。那好吧，说的有道理。我说的太有道理了。不准看。老妹儿，你越不让我看，我越看。你越挣扎，我他妈越兴奋。你就尽情的挣扎，你知道不？你笑就笑呗，妹儿，千万别捂嘴，整的干啥？像我他妈有味儿似的，干啥呢？你太有味儿了！你今天吃的啥？我太有男人味了！你吃的是韭菜馅儿的呀？错。妹妹，我吃的是玫瑰花味儿的。我想把所有的花朵都送给你，让这股香气从我的嘴里。传到你的鼻子里，让你打两个恶心。咱玩个啥？啊？玩个啥？你平时玩什么的？你是什么类型？